白龙，你去哪儿了？好朋友，哼，现在该叫他汪兰了。你忘了今天还得做直播呀？你叫我帮忙，自己却不见了。还是这副口吻。你盯着我干嘛呀？无论是千年前还是千年后，真是坑我一点商量都没有。你是不是不舒服呀？脸色不怎么好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。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少啊？刚刚直播的时候差点冷场了。对了，刚才就听见你肚子一直在叫，没找到别的，将就吃。不吃了。你不是找苗里吃饭吗？你躲他？没有。那你一会儿要是没事的话，咱俩一会儿吃个饭。他有事。啊？他约会。你怎么来了？刚下课，所以来接你喽。那。我先走了。明天是周末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开卡丁车怎么样？顺便散散心。好。饿了。你要的东西给你带来了，谢谢啊，让你白跑一趟。跟我还客气。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那个是苏娇娇吗？是啊，她最近真是有点奇怪啊，让人觉得冷不丁的，还有点不习惯。我跟你说啊，她最近啊没有纠缠我，也没有纠缠苗里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你看你看。奇了个怪啊。难不成是我身上的杀生石有防御功能？别瞎说。哎，小桃，你来找汪兰啊？你们俩要是有事儿的话就先走好了，剩下的我来。交给我吧。愣着干嘛呀，赶紧走啊。娇娇学姐，谢谢你啊。不谢。白龙啊白龙，你简直就是一个窝囊废。当初我跟九尾的关系要是能有你跟汪兰的一半，那局势应该完全不同了吧。堂堂少主沦落成万年备胎，就算你是心甘情愿，但是现在一切都是由我说了算。你干什么呢？笑得阴森森的。我没事啊。你是不是一天不照着镜子你浑身不舒服？你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啊。行，你慢慢照啊。奇怪，最近大家怎么都怪怪的。你好同学，谢谢活动关注一下。你好同学，本周末有那个学校有义务献血活动，招募志愿者，您扫下二维码关注一下呗。周末是吧？对对对，您那个报名之后，学校会那个给您安排具体工作内容。来，对，报名表我填一张。哎，好嘞，我给你扶着。来，哎，好嘞，谢谢。没事，不用谢，没事。
喂，你到哪里了？献血志愿者。听说是我报了名的。听说。我是临时被拉过来的。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但这里好像真的很缺人手，所以抱歉啊。哦，没关系，那你忙吧，我先挂了。好，来。你好，学长，看一下呗。哦。对了，上次活动我的报名表还在吗？之前的报名表都在这儿啊，我拿给你。啊，麻烦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不了忙。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他不来了，咋出去啊？等我点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先说好，我不是故意偷听啊。狐狸不在宿舍，本来就想找你们玩的。啊，那要不下次一起啊？别呀，来都来了，你以前也不是这么婆婆妈的人啊。再说了，你要有什么烦心事儿啊，在这开上几圈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走吧。好点了吗？嗯，你开的还挺好的嘛。你终于发现我闪闪发光了，我优点还多着呢。少臭屁了。嗯，对了，你最近怎么怪怪的呀？有吗？啊，我只是想明白一些问题。是什么问题啊？你猜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完事儿了？是啊，你们是不是也完事了？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报名。不用谢啊。哦，你来了，汪兰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什么报名啊？没事。总觉得你跟他在一起，好像比跟我在一起开心啊。没有啊。我知道你这几天心情不好，但我不会问你为什么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一直在你身边的。谢谢你啊，可能是我这几天，没事儿。现在跟你在一起，我就特别的开心。还想玩吗？想。没关系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不是吧？
怎么了？死机了？嗯。我知道有一家店可以修复文件，东西丢不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车，然后带你去。嗯，谢谢。死机了，又死机啊！哦，对了，我给朋友会做系统回复，我带你找他吧。啊，不用了，白龙刚刚都联系好了，他已经去取车了。现在这么走有点不太好吧？白龙。啊。您收拾一下吧，这事我会处理。嗯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啊，啊，好。苗里，你怎么跟白龙说的呀？我没有打给白龙啊。那我们就这样走了。哦，白龙有事是真的。喂，是学校保卫科吗？嗯。我刚发现有人在图书馆附近骑机车，非常的吵。嗯，麻烦你们了，谢谢。大哥，我真不是故意，我初犯。你是初犯吗？我第一次了，我。小子要抓一学期了，怎么想要车吗？我真着急，我真有急事儿。再有急事也不能违反学校规定。想要车，过去保卫科。有病！你不要说了，你回来，回来。你也有这么不靠谱的时候呀？他也在学校里面横冲直撞，活该。你不会是还记恨他第一天差点撞到你的事儿吧？不愧是天蝎座呀，这仇记得稍微有点久啊。那要看是跟谁有关了。居然还没死心！师傅，麻烦前面路口上高架，谢谢。你够了，幼稚鬼！万万没想到苗大神还有这么一手，真是腹黑。哎，对了，你的电脑没问题了吧？啊，他们说系统恢复好，内容直接发我邮箱。老师那边我也说好了，推迟两天讲。嗯，那就好。不过汪兰，你有没有觉得白龙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？不对劲儿？嗯，他之前不都心灰意冷、偃旗息鼓了吗？这几天又开始来劲儿了。哦，我们之前就说好了。就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，你可别想歪了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你可千万别让苗大神误会。哦，好，那我先去社团了。嗯。汪兰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舒服啊？嗯，有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那行，我帮你收拾吧。啊，不了不了不了，对不起，手都出血了。没事没事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嗯，我自己一个手没法包扎，
你能帮我包扎一下吗？嗯，好的好的，应该的，谢谢啊。那我们去休息室吧。嗯，急救箱在那边。嗯，好。哟，汪兰呢？汪兰在哪？我还需要向你报告是吧？不需要啊，但是你不是说要时时刻刻盯紧她吗？盯不盯紧是我的事情。白龙，你会不会觉得这几天你跟她走得太近了？有吗？你不是说过你只把她当朋友吗？朋友啊，是朋友啊，但是作为她的朋友，她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我就不能陪陪她吗？白龙，我现在正式警告你，你越线了，你要离汪兰远一点。汪兰的事情不干你的事情。刘学长，跟你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一直看你都在练剑，还没请教请教。你该不会是想要找我比剑吧？玩玩呗。哎，你小心点，是这个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好，我搬凳子。需要我给你讲解一下规则吗？不需要啊。管我什么打法，能稳就行。啊！喂喂喂喂！你们俩干什么呀？他那两把刷子还不如我呢，你跟他打不就是欺负人吗？汪兰，我没事，苗学长也不是故意的。你自己也是的，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呀，还跟苗里打。玩玩嘛。你手指头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就是不小心划伤的。伤口深吗？嗯。你要不要去医院啊？不用，苏学姐已经帮我处理过伤口了。苗学长，下次有机会再好好请教。少主好。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少主，你身上的困心锁终于可以解开了。嗯，请跟我来。少主请坐。少主请闭上眼睛稍忍片刻。刚才那个是什么？当然是那九尾妖狐的血。你们对汪兰做了什么？只是一点血，他没事。难道少主还在担心那个妖狐吗？我不希望有人轻举妄动。好，
那现在困心锁已经解开了，少主打算何时动手？现在时机还没有到，等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们。长老，少主对九尾是不是？少主对九尾妖狐仍有痴恋，这次绝对不能因为少主的心慈手软，再次坏了我们龙珠的千秋大业。长老，盯紧狐族，随时汇报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这脚怎么了？哦，没关系，我好像崴了一下。那行吧，我扶你起来。谢谢。谢谢啊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我帮你。啊，谢谢啊。这个包真的是。继续说。替我收拾。谢谢啊。不行。那个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啊？是我撞到你，你请我吃饭，而且我今天中午还有事儿。那晚上呢？狐狸。啊。总算碰到你了。老师正找你呢，赶紧过去。啊，好，我知道，等会就过去。那你一个人没事吧？嗯，没事没事，放心吧。行，有事就去忙吧。行，那你小心点啊。嗯，那我们下次再约。好。果然好清新。什么清新啊？热茶味儿啊。难怪你都挪不动步了。人家娇娇已经改邪归正了，而且她现在对汪兰也挺好的，你干嘛老针对她？哟，还人家的，哎，这绿茶味儿还带传染的，你们男人就是给块糖就天上天。你要拆宿舍呀？谁招惹我们家陶大贤了？你是不知道苏娇娇今天那个劲儿。他又怎么招你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就这么靠在狐狸身上，说什么哎呀晚上呢我们再约哦，约哎呀你就别学他了，他们俩是怎么遇上的？狐狸那个臭东西说是走路不小心撞到了他，谁信呢？走廊那么宽，这都能撞上，还非撞狐狸身上，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。我觉得这段时间苏娇娇还挺好相处的，没准人家变友善了呢，说不定是真的撞上了。这话你都信呢？我看呐，苏娇娇就是本性难移，只不过是把目标从苗里转到了狐狸身上。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关心狐狸的。呸！谁关心他了？我嫌弃他还来不及呢。哎呀，是谁说的？嫌弃就是亲，吐槽就是爱呀。我看你们俩挺般配的，本来就是欢喜冤家一对，在一起吧。你就知道逗我，不跟你说了，睡觉睡觉。小唐。云莲，谢谢你啊，小唐。我没事。不会的，肯定是错觉，肯定是错觉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是你不舒服啊，还是做噩梦了？没事，
我就是做了个梦。怎么老做噩梦？失恋后遗症啊。狐狸，你要死啊！给你送东西。什么鬼？自己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天哪，这些都是我爱吃的。本姑娘没有白疼你啊，竟然知道我爱吃什么。嗯，这些都是汪兰买的，不是我买的。那你来干嘛？我来给你送东西啊，顺便关心关心你。对了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我能有什么心事？真的？那王兰她说……王兰她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说你最近精神不太好，整天萎靡不振。不，我看你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活蹦乱跳，还拿东西砸我。是是是，我活蹦乱跳，你赶紧走，净在这儿碍眼。哎，我来给你送东西，还关心你，对我那么凶干嘛？有你这么关心人的吗？去去去，赶紧走。等一下，我有话问你。哪儿那么多事？本姑娘忙着呢，赶紧问。你有没有觉得白龙最近怪怪的？他好像对汪兰又主动起来了。嗨，不死心呗。但是就算他再怎么主动，那又怎样？你得了，管好你自己，赶紧走。已经被龙族控制了。长老，狐狸几次约我们见面，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？先不要打草惊蛇。龙族最近的活动非常频繁，他们在涂山一定会有动作。这样吧，你先赶快回涂山做好应对的准备。可是这里，如果狐狸不知道，这边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哦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要记住，我们要保护的是整个狐族，而不是狐狸一个人。这是我对九尾的承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情我自己会搞定，用不着你跟我这指手画脚。你要知道，我才是龙族的少主。如果你们敢轻举妄动，我断然不会轻易饶了你们。我知道了。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上了个厕所。
你先睡吧。嗯。超喜欢你，能不能跟我合张照？哎，那边有个创意集市，我们过去，我们过去吧。行行行，你慢点儿。嗯。狐狸，你陪小桃四处转一转吧。我们等会儿再会合。谁要他当跟屁虫啊？汪兰，那我先去了。嗯，你们两个慢慢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汪兰，哎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。赶紧走了！你不懂啊，你不懂，鸡是我的最爱。幼稚，赶紧走好不好？一会儿请你吃鸡去。真的？干杵在那儿了，赶紧过来，跟我们一起拍一张。两个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我觉得算了，不问你了。你眼光那么差。我觉得这个就挺好。嗯，帅还行。要不然我给你戴上。嗯。哎。还是我自己来戴吧。行。这边再拍一张。干嘛呀？还要拍一张吗？这么巧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！皓月老师好，你也来看展啊？是啊，凑个热闹嘛。哎，肚子饿了，既然都碰到了，一起去吃饭吧，老师请客。好呀，走，走吧。别犹豫了，走走走。今日这么好的时机，老仆不明白，少主为何不动手？难道你不知道今天皓月也在吗？那小仙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难不成少主又动了恻隐之心？少主不会忘了，当初九尾是如何设计陷害你的吧？我当然没忘。那少主为何又如此的瞻前顾后？我暂时不想暴露身份。再说，我怎么做，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。老仆多嘴了，请少主慢走。
让我教你，看来是时候要好好的给你上一课。张老，还没开始行吗？看来狐珠早有防范，如果我们再不动手，又得错失良机了。吴队，快！夜长梦多，既然少主不肯动手，是时候让我们来帮他做决定了。带走。没事吧？他刚才楼梯间晕倒了。你怎么能让他消失在你的视线之外？我没照顾好他是我的责任。但我可以麻烦你，你可以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吗？说我挺理直气壮，今天先放过你。他需要休息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查清楚这件事情。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，你能承担失去汪兰的后果吗？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的。希望你能记清楚你今天说的话。我们听说你晕倒了，就急忙赶过来了。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没事了，就是感觉头还有点晕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吓死我们了。那到底是不是因为山？哎，你们让我看看吧。啊，只有点晕吗？啊，的确没什么大碍。哎，苗丽。帮汪兰买瓶水吧。现在买水？放心吧，这儿有我们呢。你个嘴不把门的臭东西，刚才差点露馅了。一时心急，不好意思。那到底是不是因为杀人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在你晕倒前发生什么事，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从脉象上来看，不太像个杀生石。而且你晕倒前后记忆都没有了，这很有可能是被人袭击了。袭击？又能袭击汪兰，又能消除他的记忆，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啊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师傅也不在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你师傅他快回来了，
我怀疑这一次啊，是龙族的人搞的鬼。上次在漫展的时候，我就看过他们了。龙族。既然如此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24小时严密的保护，就连睡觉时间呢，也不能放松。你确定不来我家住吗？这样我才24小时保护你。24小时啊！我只不过是晕倒了，别那么大惊小怪。晕倒而已，你不会觉得你这段时间身体一直很不好吗？哦，我又不是铁打的呀，偶尔得娇热一下嘛。反正我就是怕失去你，懂吗？你赶紧回去吧。小桃，你要帮我照顾他，有什么事的话要与我联系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窗帘一定要锁好。那我们走了。小涛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油门锁呀！我都答应苗大神要看好你了，现在可是非常时期，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。你先睡吧，我坐在这里守夜。守夜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别闹别闹，快去睡觉去！你不知道自己现在多危险吗？不能掉以轻心。可是也不能不睡觉吧？这样。那你睡外边总能保护到我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别闹了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你自己就没有一点担心吗？我担心苗里，可是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。可能我走了以后能带走麻烦和危险，这样也就连累不到苗里了。我没问你担不担心苗里，我说的是你自己。其实我自己命运早就安排好了呀，我待在这里就是能够希望多点时间陪苗里。我离开之后，他也能够解脱这束缚了，我就没有遗憾了呀。最后一次吧，就当做是最后一次吧。小姐。